你早，今天是11月7号，星期二，时间过得很快。我们从上个礼拜二、礼拜三中奖后，礼拜四、礼拜五啊，跟礼拜一啊都没有中奖，一二中奖，然后三四没中奖，礼拜五、礼拜天啊，今天是第三次没有中奖。如果今天再不中奖，那我们连续六七没有中三次，我们不吃红的。今天有中奖，你必须要给我吃1000块红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然后明天又重新算起，六次之内有中三次，啊，那个中一，你要给我吃红一次，啊，那个昨天呢，我们用07做主机，它偏偏要开到17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啊，没有说啊，一只牌就中的啊。各位，我们赌了30年，我们太了解。唯一我这个方法是对的。今天是1-4，1-4你就可以用凹的。各位可以凹一棋，懂不懂这意思？啊，凹一棋凹中了你就赢得回来，凹不中那你就等于输了，就继续准备等机会再凹，好不好？4棋凹一次，这个牌是4棋凹一次，凹一次中回来，你除了中2棋，今天有中，除了中2棋，再加一次就中3次。对不对？3次就是中6万，2棋中就是中个2棋就是啊中那个，你再凹一次的话，你也不输钱呐，也不输钱啊。这个是我们那个赌的方法，千万要记住啊。